为直播首度献唱他和李荣浩合唱的新歌，这也是今年阿妹唯一一首新作品。张惠妹拍完 MV 收工，深夜带着浓妆和粉丝直播聊近况，不忘置入宣传她和男友 Sam 合开的酒吧已经迈入十周年。姚先生呢会在里面有挑酒呢，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，因为十周年十岁的生日是很不简单。追求跟坚持在他自己的这条路上面。阿妹感性夸赞男友的认真努力，即使直播开到凌晨三点才结束，但天后活力满满，连唱好几首嗨歌。阳光越会慢，三八三八，不要拒绝，不要心慌，爱怎样就怎样。但要说真正唱到疯狂的是唐启阳，化身华灯初上的妈妈桑，和艾怡良以及九 M 八八唱老歌致敬八九零年代。钟欣洋歌曲大拼盘，害到唐启阳事后在脸书说，不知道邻居会不会来按门铃抗议，但是能听到金曲歌后开唱，也算是赚到一场免费演唱会。 TVBS 新闻，肖明正、杨慈英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